排队。到我了吗？你要先吗？看他们先派谁吧。好，你想跟谁？我都行，反正我都行，两兄弟。那你怼我吧，然后女方试一试。对谁都会输的。也不是盲目的自信，在障碍追逐赛里面，可能别人需要跑两步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一步就追上了。两个人运动能力挺强的。